搭讪刚转学的高冷御姐，没想到她却是新来的老师，被抓壮丁了。然后你俩先走吧啊！你连声谢都不说呀？啊，对了，下次聊女孩子的时候，先做做功课，走了，小老弟。这回算是惹祸了，以后不能给咱俩挂科吧？那咋办呢？稳稳当当的吧，以后见他绕路走。要不说你是老弟，你当不了大哥。 那你啥意思啊？假如说两个80分颜值的美女站在你面前，一个她就是普通的美女，而另一个是美女警官，或者说，是你嫂子，哪个对你心里人呢？嫂子，兄弟们，他我所以啊，明白了吧？那你这想法很危险啊！男人的一生在于征服。走，那你可别上网，还上网吧？你还能不能找着他伙计了？ 一天和他生八回气，他穿的是实话吗？在我这犯差了，三年侯博生啊！老师穿丝袜给学生点烟，这不科学啊！上了走看看去。竟然来到了警官，是，黑哥，好像有点爱上他了。 哥，干啥去？人民教师，穿成这样上酒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女的她就是装清高，装高冷，看我怎么好好当面羞臊羞臊的去。哥，你给我个面子，你别太过分啊。你这么没出息啊你！看我怎么羞臊她！哎呀，小杨老师，哎，他的眼睛流汗了。你给侯总通电话，你有事吗？ 你哭了？不是，你咋了？没事，走。给我整不会了。行。他咋还没睡呢？要出事了，看见开心，心情有点复杂。说的那句话，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。眼泪轻轻一擦，别管那多嘴不雅。